加班。五月天对不对？被喊加班，刘元英调侃说：“加班，加班不是伍佰的事情吗？”2024刘元英飞行儿巡回演唱会，盛夏八月在无锡体育场再次起航。为了赴约这场失恋多时的约定，从舞台设计、音乐到声光特效加码升级，刘元英身穿纯白色礼服亮相开场，站上了360度的环绕升降舞台。终于飞到了无锡，真的能够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唱歌，真的是太好太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刘若英。见到大家太高兴了，终于飞来了无锡，谢谢你们等了我这么久，很珍惜和大家的每一次见面。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在现场听到了为爱之狂，已经不再是少年的自己，想必能听懂刘元英的人都是敢爱敢恨的吧。真的不靠谱。你们来听我的演唱会，互动超级有爱，粉丝真的很爱他，一直在台下大声示爱。送清晰千言万语，我也爱是天时地利的明星，哦原来你也在我心。该隐瞒的事总清晰，千言万语只能无语，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，原来我们都在无锡。无锡的歌迷真的有福了，一起合唱大声改词，真可以被列为人生的高光时刻。嘿，刘若英你好吗？我很想告诉你我很好，我只是好忙好忙，怎么那么忙好忙。可能很多人都会以为你去休假了，然后但其实我知道你忙着顾老顾小之外，你也去体验了一些不同的生活。当你在彩排的时候，你的脑海里面你出现的是观众席上很多很多张给你鼓励跟微笑的脸，还有在山顶上挥舞着荧光棒的你。那些歌词记不记得不重要，但是我记得
我记得你们。别的歌手的演唱会都是读粉丝写的信，刘元英的演唱会会给自己写信，并且念给粉丝听，读到动听处也会哽咽，每一句都是真诚的流露。也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得到千万分之一，为了这个遗憾，我也想要留下不肯睡去。漂洋过海来看，我想也是奶茶姐姐想对无锡粉丝说的话。今天真的真的要谢谢大家，然后没有不散的宴席，然后希望今天接近三个小时的演出，大家能够觉得感觉到温暖。也许明天我们又要回到一个现实去做一个理智的大人，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的疯狂，一起当小孩。就像我永远不敢到几岁，我觉得穿上蓬蓬裙，我好像就可以永远的长大。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后台。最后的致谢环节结束，刘元英表示希望他的演唱会可以给大家带来温暖，也期待下次和大家的见面。青子后来想到的却都是从前。